我们来试试看这个关门大法好不好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影。今天我们要来玩的这款游戏叫做《午夜的访客》，又是一个非常非常色情的名字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游戏的故事背景。你扮演马克，一名侦探。游戏从零到犯罪现场开始。你听说过任何决定调查此案的侦探都没有回来的传言？你无视那些警告，进入这间闹鬼的公寓。我跟你们讲啊，我最喜欢这种闹鬼的公寓，好不好？你们看这个封面，又是一个女鬼，哇，太开心了！我最喜欢女鬼了，尤其是那种长得很像十二岁的妹妹的那种。你扮演一名刚刚破获大案的侦探，现在呢，随着你的自尊心增强，您将目光投向了一个悬案，一个女人死在这所房子里面，任何决定调查此案的侦探都没有回来。你是来解决这个案子并创造历史的，肯定不会出错啊。哦，所以我是一个大侦探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个电梯门怎么开了？现在几楼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哇，就九层楼欸。啊，电梯门怎么？电梯门怎么自己关起来啦？ Hello，我逃出去了，各位，完美大结局，史上最快速的游戏，好不好？我只看了这游戏的叙述说明，然后就结束了，满分，好不好？满分好评。好的，这一次我们赶紧出来啊！这里是，好多间门哦，我看一下，锁的，也是锁的，太棒了。嗯？怎么一开始就有一具尸体啊？我们先不要看，这里有个梯子，不会是等一下要解谜的道具吧？我们先记好，门口有个梯子，然后进去看看。什么东西？刚刚是这个女孩的灵魂是不是啊？然后我们的 tape 可以看，这什么？这是一个夜视镜模式吗？侦探模式是不是？还有地上的脚印，这些脚印可以调查。我们的 G 可以记录，我们调查完这些线索之后啊，可以把它记录在一张纸上面。我了解了，完全わかりました。这张纸上面是当前的目标，然后我们第一点写的什么？没有脚印，离开。有写跟没写一样，好不好？跟我以前那个国高中的笔记本一样，有写跟没写一样，都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。电灯，电灯刚怎么闪了一下？等一下哦，我先把它记录一下，记录一下这个美少女的尸体啊，看一下。找不到这个杀手的凶器，也许他藏在某个地方，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找这个杀死女孩的凶器吗？果然是大侦探，好不好？才刚进来，马上找到线索，我太厉害了，真的。这门可以开耶？哦，这画面异常的诡异哦，不错不错，这什么？有一台监视器？为什么我可以穿墙看到对面的东西啊？我有透视能力吗？我是灵异警探啊！哎呀，太厉害了，天眼通。然后这边都不能点。这里好像没有东西可以点诶，这什么？两个甜甜圈有吗？没有，好像没有诶，好像只有在这个侦探模式下才会出现这些异常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平常就开着走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好的，这里是一间办公室啊，那电脑，电脑不能点。这里好像有一台 CD， 录影带播放机，过不去啊。点一下啊，为什么不能点啊？白痴哦，这个椅子卡住我是怎样？上面。啊，这箱子有一个向上的符号，啥咪东西啊？不是啊，我点不到这个点啊，还是我要找什么犯罪现场的录影带啊？搞不好这个凶手是一个变态狂，有没有？把他的犯案过程全部录下来了。刚好我们最近新闻也有这种东西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间门后面，锁起来了，所以我们还要找钥匙哦。有了有了，这边可以开。钥匙肯定在这里啊！我跟各位打赌，200块。没有钥匙，但是有纸条。八点的时候，这个失败者离开了他的面前，门打开了，我会尽快杀了他。当他回来的时候，晚上十一点，我听到一些脚步声，看来他回来了。谁啊？25分钟过后，他为什么要进入一个窗口？啊？他进来了是不是？保持警惕。所以凶手在十一点晚上的十一点的时候潜入了这个房间。那在25分的时候呢，他强奸了这个女主人，不是，他奸杀了这个女主人。明白了，这个时间的线索我都已经完全瓦干尼玛洗大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怎么退出啊？这纸条不能关掉哦，你不要耍白痴哦，我真的是劝你不要给我耍白痴哦。这纸条怎么关掉？这个纸条关不掉怎么办？各位怎么办？完了，我卡 bug 了，所以啦，我是要带着这张纸条前进是不是啊？我什么都看不到啊 ，Oh my god 呀！然后我刚刚写了什么东西？
它这个字还会重叠的哦。我头很痛，我头很痛，各位，我头真的很痛。我们一定要把滑鼠放在这张纸条上面，再点一下，它才会把纸条收进去。你知道你画面上这个白点有没有看到？这个白点没有点在纸条上面，这个纸条关不掉。我真的差点哭出来，差点我游戏就要重新了。好啦 ，OK 啦，我们剪到录影带了。虽然这个录影带我也不知道怎么剪到的，突然就有了、欸。阿什么没有播放啊？我刚不是放进去了吗？你倒是给我播啊！等一下哦，这边还是锁的。哇，这解谜有点复杂哎、欸，非常非常莫名其妙解谜哎、欸。这里不能开。那我的钥匙到底在哪里？请问一下。哎、欸，这边可以开，那肯定在这边了。都把它打开好，全部打开开好不好？全部打开开，把你的双腿也打开，不要乱讲话。有吗？请问一下，有吗？好像是没有呢。哇，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？怎么可能？那我现在怎么办啊？我已经没有柜子可以开啦。我想一下，让我这个侦探大师好好的想一下，该怎么办呢？这里都不能开啊，怎么办？嗯，好奇怪哦，这游戏好奇怪哦。哎，有啦，白痴啊，我眼睛也太大颗了吧，我找到钥匙了啦，然后来开这一间嘛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子。哦呦呦，奇葩的！啊，没事，啊，这个第一集吓人点，我也被吓到，我真的好烂，我真的是废物。这是什么？我找到一把枪嘞、欸，我找到枪了，你们看到吗？上面道具栏有一把枪。然后呢，我可以掏枪吗？好像是不行掏枪。然后浴缸里面有血迹，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个死掉的女生啊，她生前在这个浴缸洗澡的时候，刚好月经来了，所以呢就流血流到死掉了。这里有一幅画，然后画上面好像有一个线索，在某一个衣柜后面是有一个通往地下的楼梯，是不是？他想告诉我这个意思吧？没有错啦，我们往前走啊。锁的，也是锁的。我看到前面有密码门了，完蛋了，这里要开始找密码了。纸条，我们千万不能离开视线哦。点 ，OK。He is not here， 他不在这里哦。哇，真的假的？他不在这里，发现有人在胡说八道，我不得不杀了他。从不相信鬼魂，但现在他回来了，为了复仇，我后悔杀死他。整张纸条重点就是鬼魂回来了嘛，对不对？代表会被鬼追啦，好棒哦，怎么那么开心啊？这里有两个照明设备，但是我不能捡，那我要捡什么？还是我把夜视镜关掉？哎呦，这游戏原来蛮亮的嘛，其实。还有东西吗？没有，这里没有东西可以捡。这边呢？这里有一个手指吗？还是手套？哦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知道。我们要跟那个画上面同步嘛，是不是？哦，有一点难转哎。哎，不对哦，怎么这么奇怪？等一下，反了，反了，是这样子才对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反的呢？啊？我摆了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，我刚刚那个形状完全没有对到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通过了，密码是713。哎呦，后面怎么是黑的、啊？我靠！我水桶没电了。哎、欸，有了，突然又有电了，完了，感觉他要出来吓我了。没人吗？好的，713，七呀、啊，你白痴是不是啊？三，嘟嘟，哎、欸，非常非常好，成功通过第一个关卡。哎呦，门被关起来了，没有关系，不要害怕，完全不可怕。等一下，这个场景是沉默之秋是不是啊？为什么又是沉默之秋啊？你看，根本就一模一样的东西啊！有妹妹在哭哎、欸，怎么办？然后这个马桶是爆月经的，是不是啊 ？Oh my god， 这月经喷的真是夸张哎！肯定是第一天，好不好？第一天量特别大。干嘛啦？不爽就进来敲啊！这边敲什么东西啊？神经病啊！吵死人了！我们先走好了，吵死！哎、欸，这里需要找钥匙。我劝你是不要再给我敲了哦，我这躁郁症会发作哦。窗户上面也没有，盆栽里面也没有，那看起来是在这个里面。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在这里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可以正式的。打不开，那是这边。哎、欸，你好，我们轮回了。哎，这个都老梗了，好不好，各位？我们已经玩过多少款这样子的游戏啦？全部都在轮回，哎呀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下人点也太烂了吧！哎、欸、嗨，哎、欸、你好，
白痴，这个下人点零分，完全不给过，又被锁起来了。那看起来我们要进去这一间找线索了，有没有东西？门被关起来了，好棒哦！哇，好开心哦！为什么完全没有那种压迫感啊？这游戏，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你知道吗？开门啊！没有人吗？有没有东西点啊？哎，门又开了，好棒！哎，钥匙找到了。哎，这什么东西？请问一下，这是鬼吗？我们来卡一下 bug， 卡 bug。好的，我们赶紧溜。可怜呐、啊，不要理他了，我们先走啊。高歌离席。哎，我们来试试看这个关门大法，好不好？可以耶，各位，他完全被我们门卡住了。哎呀，可怜啊，真的可怜。我们放他过来。哎，我发现连门都不用关哎，他就完全被卡在这个角落，你知道吗？太可怜了吧。来啊，门被锁起来了。好的，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吧。地上很多莫名其妙的话，上面写着失踪，是不是？诶，他在前面，然后这里被挡起来了。那看起来我们要直直往他冲哦。哇，好棒的吓人点哦，我快吓死了，我真的差点吓死诶。哈，各位你们知道吗？他给我直接把我游戏关掉诶。所以我是破完了，然后成功逃出去了，还是我死了？欸，不对啊，这结局应该是我死了吧？太愤了吧，这太愤了吧！虽然说它是一个测试版本，但是完全没有任何小小的结尾。他好歹打开门，然后发现凶手躺在地上，然后这边打手，不是打手枪，这边打手机求救嘛之类的、啊。你好歹给我一个小小的结局嘛！我只能说粪 game 啊，好不好？粪 game， 连个结尾都没有，我连评分都没办法评，史上最低分，好不好？没有评分。没有评分的评分。好啦，那我们这一款非常非常敷衍的粪 game 啊，就玩到这边啦。如果你觉得这游戏很烂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我频道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